和女朋友约会不知道去哪里，这个地方一定不要错过。来到位于黄浦区太康路的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，先观赏一下透明琉璃砖镶嵌而成的外墙。进入二楼展厅，可以看到世界各国大师的琉璃作品，晶莹剔透，美轮美奂。三楼流淌着一股浓厚的东方气息，展出的是琉璃工坊艺术家杨慧山女士的代表作。一起静下心来，感受佛学和美学相结合的韵味。参观完，到一楼的咖啡厅坐下来聊聊天，还可以到旁边亲自给女朋友挑一个琉璃吊坠作为礼物，再到附近的田子坊逛一逛，共进晚餐。这么优美又富有内涵的约会路线，你还等什么？